陈哥的演法就是他平常一贯的演法，没有什么突破，没有突破就对了，没有突破啊。我酸吗？不会啦，蛮好的，喝完。好滋味。所以是浩翔啊？你不是说浩翔吗？娃娃是不是有点想家了？太咸了！你要这怎么办呢、啊？说明他是演的、啊。对啊，你都是饭，人家咸不到哪去。你为什么一直看上面？搞什么？看起来好咸哦。哦，有渐进。对，还有渐进哦。很好。我猜宇文姐知道正常。怎么猜的？因为她刚就是演的是很浮夸的那种，就她还没开始演。她的人本来就是浮夸。你不浮夸吗？你穿这样，你还穿？今天有规定。你穿这样不浮夸？讲一个你私人 personal 的感觉。咸哦，要经过咀嚼，而且要在15秒以后，你就觉得哇靠，炸开来，10到15秒，前五秒不可能，包括瓦萨比都一样，所以没办法，你我演太早，你演急了，剪刀石头布，不出来了，对啊，闻不出来，咸闻不出来了，你觉得咸吗？不咸，那就猜对了嘛，那就猜到了嘛，咸的，咸的啦，超咸。其实这个味觉坏掉了，很不好吃。来来来，看好了，你们两个来。来，我的是咸的。来，那你讲的没错，我的确是演早了。我们俩就要选他。你傻呀！刚才讲演早了，对，我们男的三个都喜字写那个。我就这两个了，因为他一定，因为他吐掉了嘛，是他。好了，恭喜卓轩队。如果你喝到醋精，保证你会带这个回忆回到瑞典去的。直接酸到掉。他会提早回瑞典。干杯哦！待会儿就跟结束直接奔机场。下特。一直流口水。哎呦，不错哎。就怎么讲？本来很帅气，对不对？来下一位。下次哎，还有颗粒耶，好吃哎，好喝。好，我觉得我都看傻了。不是，你刚有喝到颗粒吗？有啊，我有颗粒啊，超好喝的哎，啊，太难了。Oh my god! Refreshing. 好。你们觉得谁喝到正常的？是浩翔。你觉得浩翔喝到正常的？他喝到，你觉得是谁？你们两个都觉得他喝到正常的。对啊。陈哥的演法就是他平常一贯的演法，没有什么突破。没有突破就对了。没有突破啊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，我不用决定耶。不想扛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你选啊，没关系啊，不用我玩嘛。我改变心意。不是，大叔，你为什么看到我就往我那边走？我酸吗？不会啦，蛮好的，喝完。对啊，好滋味。差一点就猜对了，所以是浩翔啊。哇！你刚刚。